我希望呢，学田的小朋友在未来的道路上能不轻言的放弃，并找到自己的梦想，然后勇敢的追寻，加油！然后呢，我希望学田的小朋友们在遇到任何困难跟挑战的时候，都可以勇敢面对，不逃避，而且赶快解决问题哦。我希望学田的小朋友可以勇往直前，越挫越勇，为自己开出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。受外界干扰，继续勇往直前，向前迈进，接受未来的所有挑战。嘿、hey, ，学田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！我觉得你们这是一群非常非常活泼、可爱、有礼貌的小朋友们。我觉得你们呢，能在这么棒的环境而长大，真的是非常的幸运，可以这样子快乐、快快乐乐的长大。谢谢。学田的小朋友们，我觉得你们这是一群非常成熟又可爱的小孩。在与你们相处的三天里面，我完全的感受到这样子的感觉。希望你们在未来我们离开之后的以后之后，能够成为有为的一群人，加油！我支持你们。Hello， 学田的小朋友，虽然说我是来带营队服务你们的，但其实我觉得你们同时也带了一部分快乐给我，所以啊，我觉得。你们就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小朋友，那希望你们以后也可以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长大，然后活永远活在像这样子的快乐当中。谢谢。哎，那我们三个一起对学田的小朋友说再见吧。三二一，学田的小朋友，再见，拜拜。而你们就像放风筝一样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希望学田的小朋友们能够永远在这大自然里愉快的奔跑。谢谢。我觉得呢，学田的小朋友真的非常的可爱，而且非常的有礼貌跟纯真。看到我们大哥哥大姐姐的时候呢，都会跟我们打招呼，还有说拜拜。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保持哦。学田的小朋友真的很喜欢笑，每次看到的时候都充满笑容，然后在我带早操的时候也非常有活力，而且跟我一起互动。我觉得学田的小孩就是很纯真可爱，但是在这里面又多了一份成熟跟细心。一年级就会去帮高年级一些忙，让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大家庭。大鱼海棠说过，有些鱼是关不住的，它们属于天空。当你们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，
请相信你们的与众不同。我知道这个过程会很辛苦，但是我相信你们能够成为主流，你们能够成为天空中最亮的那一颗星。